直播平台，微博直播、一直播、爱奇艺、优酷、腾讯视频和咪咕直播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常常说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过去的一年时间里，我想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关键词，但是有一个关键词我想去属于我们这个国家、我们的社会、我们每一个人的，那就是成长。而对于新浪来说，去年也迎来了一个特殊的里程碑，微博十周岁了。对，十年了，微博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每天我们都打开微博，我们会分享、转发、评论、点赞，其实就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用